酒几壶，龙啸惊风雨，直枪定干戈。吾辈修道之人，当匡扶正义，惩治奸恶。小主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吾辈修道之人，当匡扶正义，惩治奸恶。世间事终有结局，世间人终有归处。吾辈修道之人，当匡扶正义，惩治奸恶。吾辈修道之人，当匡扶正义，惩治奸恶。陈大仙，快来救救我们呀！我们二牛一表人才，多少人喜欢他呢？哎呀，这可了不得啊！你张婶儿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可别把年轻人你也给连累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上仙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村子呀！哎呀，原来是上仙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村子呀！二牛一表人才。哎呦，我家二牛怎么？哟，这是哪儿来的俊俏小上仙？
风俗大王。修道之人，当以扶危济困为己任。把包背给我跑哪儿去了？修道之人，当以扶危济困为己任。糊涂啊，我们造孽了，可怜老木的姑。我有所念人，阴阳两相隔。为了所爱之人，我愿付出一切。吾之剑道，即为守护。修道之人，当以扶危济困为己任。